订机票就同城，天天低价，想飞就飞。同城旅行邀你收看《灼灼风流》。他是北凉的大魔神，却是咱们南城的战神。可是南城的战神，于某些人眼中，那就是功高震主。天皇殿下那么可怕，笑话，还是头大老虎。小姐，你还是别掺和进去了。我也觉得这定金真不好带，步步杀机，咱们不过就想混口饭吃。客官，您的菜来了。诸位，谁来答题？我来。此人便是本榜第二的文世宗。沈惊鸿到定京之前啊，他独霸榜首，之后却五场连败于沈惊鸿。今日还能再上这个台，且不说文采如何，但这心性也非常人可比。虎者，凶兽也，养之则为患，除之而勿近。圣人有人心，贤者有大义，小可不才，自以为为其义尽，所以治人。吾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为国效力，为上分忧。好好好好好好区区一介寒士，也敢对定王殿下大不敬，怕是也知道这大老虎受伤了吧？大老虎受伤了？怎么受的伤了？五年前在拒马河，定王殿下跟北凉军决战，陷入了包围，3万精兵死伤殆尽，就连定王殿下也是命悬一线。所幸的是啊，这大皇子带兵深入腹地，这才救下了定王殿下。不过话说啊，经此一役，这定王殿下也是伤得不轻，就交出了大半兵权给大皇子。文世宗怎么知道大皇子跟定王殿下不是一伙的？他们这么说也不怕得罪大皇子？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少了，而他们想的太多了，你知道吗？他们以为定王殿下战败乃是大皇子从中作梗，为的就是从定王殿下的手中夺权。他们脑子太复杂了。不过这拒马河一战，民间知道的也未必是真相。皇叔好像格外关注这个女巨人啊。我也只是推测，这燕城之战的时候，定王殿下还是心思缜密，智谋无双，怎么三年后的拒马河战役他反倒就是贪功冒进了？小姐说的对，人怎么可能越来越活回去了呢？你看啊，这定王殿下已有如此功劳在身，又为何要贪功呢？又有何功可贪呢？这是此其一。
定王殿下对于北凉人的了解已经达到了算无一策的地步，他又怎么可能在拒马河之战当中就如此轻易地中了北凉人的埋伏？这是此其二。长兵背叛了我们，咱们中埋伏了。靠靠靠靠靠最让我想不明白的，这战役都已经过去五年了，为何坊间还一直在流传说定王殿下贪功冒进，骄傲轻敌？这是此其三，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连一个女人都明白的道理，却有一群不识相的东西天天在父皇面前过走。陈儿，小姐，刚才照你的意思是说定王殿下并无错处了？贪功未必，但是冒进倒是有可能的。嗯，您跟定王殿下这么熟了？不熟不熟。这女子说的话太片面了。皇叔您以身作则，一统三军，那是多少人心中的楷模。哎，话说今日我是为了惊鸿公子而来，他却迟迟没有出现。哎，皇叔，您今日是为谁而来？为了一条杂鱼。听了这么多，还是文世宗说的好呀。嗯，有理有据，铿锵有力呀。快点，快点！我看那沈惊鸿啊，怕是不敢来了吧？肯定不敢来啊，他怎么还敢来？诸位这般想念沈某，沈某怎敢辜负诸？是他呀，小姐，嗯，你认识他？不认识。惊鸿公子姗姗来迟，可是让我们久等了。不知惊鸿公子对于今日的议题有何高见呢？对呀、啊，惊鸿公子乃是状元之才，想必见解不凡，能令我等耳目一新。是啊，让诸位久等。沈公子，今日怎么来的这般迟啊？可是怕了？沈某刚刚扶一位老人家过桥，所以迟了。沈公子，你这是在开玩笑？开玩笑的，不是方兄你吗？沈公子，这里是论道的地方，可不是说笑的地方啊。文兄来的正好，在下有个问题刚好想请教。沈公子请讲。这天气乍暖还寒，文兄你打个扇子不冷吗？你文兄文采又那般出众，真可谓是文武双全，在下自愧不如。文武双全，文世宗啊。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文兄
曲丽，你快听听那人的嘴，比砒霜还毒。从今日起啊，这文武双全可就成了骂人的话了。这沈惊鸿别的不说，嘴先硬了，这是当御史的材料啊。嗯，他嘴是够毒的。沈公子既然是来答题的，何必先逞口舌之快？是啊是啊是啊，快答题了，快答题了，既然诸位这么捧场，在下献丑了。养虎为患，这题目出的不对啊。好大的口气，这些题可都是文坛大家出的。此言差矣，文坛大家也不乏欺世盗名之辈。养虎为用，一个用字写的是铁画阴沟的，此人果然是胸中有沟壑，惊鸿绝艳之人呐。巨弟笔墨，我也要答题。嗯，养虎为用，这用字何解啊？既是猛虎，如何能为用啊？沈公子怕不是危言耸听吧？寻常人胆小，养虎自然为患，陛下无所畏惧，虎自然能为其所用。可是老虎凶猛，伤了人怎么办？只要御虎者心怀大志大勇，自然可以驯服猛兽。好比齐桓曾任用射伤自己的管仲为相，富国强兵，最终成就霸业。说到底，虎的凶猛是本性，并无对错之分，而人的畏惧才有错。自己无能还揣度陛下，这题出了何用啊？好，说得太好了。公主没来，这沈惊鸿就这么走了？小姐，我以为你也要准备下去应战呢。果然是个气度不凡的人物啊，只是也太会拍马屁了。若再无人对垒，那今日的榜首便还是沈惊鸿。沈惊鸿，这养虎为用，一下子把所有人的马屁都拍上了。我真是自愧不如啊。小姐，你别这么说呀，你也很会拍马屁的。你好好学学，都拍到我马腿上。啊，小姐，哎，我就不应战了。这文征楼，只怕是有些背景的。小姐，我这愚笨的脑袋瓜，真的追不上你啊。没事儿，你慢慢追。嗯。养虎为患。能出这样的题实在是太危险了，敢这么出题，这背后必然是有所倚仗，更有甚者是受人之命放题。不对，这也不太可能，放出这样的题来又有什么好处呢？走了。
蒸楼连个馒头都这么贵，以后再也不买。这跟屁虫，小姐着实难缠。我昨日刚借了柔家公主的事，没想到今日她又来了。别挡路！哎，定王殿下！哎，没想到今日在这儿还会碰到定王殿下。把你的小聪明用在正途上吧。哎，定王殿下，定王殿下，今日这文征楼出的题目如此大胆，小人之前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此时此刻突然茅塞顿开了。来了文征楼却不上台宣讲，这有点不符合你追名逐利的个性了。神仙打架，殃及池鱼，小人只想升官发财，可不想受牵连。再说了，如今京城有了沈金红这号人物，其他人想要扬名那可就难了，就怕是扬名不成，反而成了文武双全之辈了。你追上来就想跟本王说这些？小人是定王殿下的人吗？行了，你不要信口雌黄了。穆周华，你口中可有半句实话？我还说是本王的人，你算哪门子本王的人？小人，嗯，误会，误会，定王殿下。什么？你跟我说说，这皇叔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那个人也是知县找来的？钓鱼？区区杂鱼，皇叔竟然牺牲至此，还当真是委曲求全？若不是本王打听到此人的下落，怎么会知你如此攀附本王，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我劝你收起自己的小心思，本王不会要无义之。为一己私利就一定有错吗？女子就一定要成婚嫁人，就不能实现心中抱负吗？定王殿下，您奏请重开女子恩客，可是您知道您面前这位女举人光是走到这文征楼前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但是小人为了生存之路蝇营狗苟，就一定有错吗？您问忠心，您看这便是小人的答案。若是为国冒进，那是英勇无双之人。这虎心性勇敢，却还为国为民，与其去养，不如放虎归山林。入可镇住猛兽，出可威慑四方，这才是虎得其所。你不冒进吗？知县在。
送他二人回去。是。殿下是何意啊？哎呀，这七小姐果然是个妙人，快跟上，找到她的住处。走。都不要紧啊，看我的号子。我看看。我可能发愁。是你吧？下一个，下一个，快走啊！是。排好队啊，都有。要紧，要紧，每人都有啊。伙计，哎，这冬天已过了。我光要点夹的，不要棉的，可以吗？这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再说过两天说不定还要倒春寒呢，你说是不是？啊，您说的也是。哎，我就要两包大人的。哎，好嘞，来两包大人的啊。谢谢啊。哎，慢走啊。来来，下一个。谭伯父，不敢，小人是草民，承担不起王爷这样的称呼。为何不要小孩的衣服？小虎，小虎，他怎么了？我家小虎得了上水，上个月走了。为何不告诉我？小虎是谭林唯一的孩子。找你？找你干什么？谭林跟着你不也死了吗？王爷有圣药，三万苍梧军就活了你一个。出城之前，我病在床上，让谭林不要去。这孩子死活不同意，我拖着病体到王府去求你，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把谭林全虚全影的给我带回来，带回来了吧？啊！谭林是我唯一的孩子，你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吗？人间，皇叔，见过皇叔。皇叔今日怎么来济善堂了？刚巧路过，你忙你的。看来皇叔的身体还未痊愈。跟父皇一样，余姐在心呢。没想到这定京的济善堂开业第一日，就有这么多人上门求助。
公主，各地积善堂的账册这两日都送过来了，请您过目。关于各间济善堂在过去一年内的银钱、粮食、木材、布匹、纸笔、草药的消耗都一一记录在册，接济了3000余人，开办了10间学堂，约500名学子入学。公主，那些受到帮助的贫苦百姓和寒门学子都对您感激不尽呢。天下贫苦之人千千万万，济善堂能帮的也不过是之一耳，何况这并非我一人之功。这话以后莫要再提。是。定亲济善堂开办不久，人手尚缺，你去多找些人来。是。教养孩子、代写书信，还有些重活杂活都缺人，奴婢多贴几张招工启事。尤其是教书先生，眼下偏远就有好些孩子在学着读书写字呢。跟我回家！爹，我求求你了，让我读书。回去！我不回去。跟我回家！爹，我求求你了，让我读书。读什么书？再拿那个钱钱，走。让他留下吧。这里读书无需花钱。女孩子读什么书啊？早晚都得嫁人，家里还有一堆活等着回去干呢。我想读书，想认字。他留，你走。本宫想给他一个读书识字的机会。你是柔家公主？以后留在济善堂就不用再怕了。嗯，带他去吧。是，走吧。我看到此处在招工，便想来碰碰运气，没想到运气真的不错。公主，您是何时？在沙地里写字，跟在纸上写字终究是不同的，你不必这般先生。济善堂已经记了在下许多，笔墨纸砚都不便宜。那你以后也要在沙子上答卷吗？走吧，以后都到书房去练字。许久不见，你成熟了许多。许久不见，公主却是一点都没变。感觉还是不太多。时间差不多了，你们该去吃饭了。嗯，谢谢公主。谢谢公主。没想到你会来济善堂教书。
青红，得公主福泽，才能从那个闭塞小地方来到繁华的京城，所以也想帮帮其他人。马上就要会试了，你是状元之才，专心备考才是首要。放心吧，不会影响的。那本宫就拭目以待了。公主，后日浮云寺将举办诗会，青红斗胆邀公主同游，不知公主意下如何？近日济善堂事务冗杂，若是得空也并无不可。那我就静候公主放假了。小姐，我开门去。嗯，小姐。哎，定王不是说要送我们到家吗？这还没到家呢。说的也是，送佛上西天，只送到门口可不行。不然，你也可以吃了晚饭再走。我们家居丽的厨艺啊。你要干嘛？对啊，我只是好心，想感谢你送我们回来这一趟。至于这样动刀动枪的吗？小姐别怕，我在。没事。好好好，好吧好吧，剑已出鞘，必有高见。那你说吧。小姐，别以为这样你就当真攀附上了王爷，我劝你小心为上，千万别存着欺骗利用王爷的心思。直墨虽然看着凶狠，但他大多数时候只是吓吓人。可我不一样，我是真的。会杀人的。吓死我！没事吧？没事，小姐，我在，我在。这定王殿下身边的人，果然不好惹。快走，快走，走！宝宝，小姐先进去。公子，来看看小挂件吧。当下最实惊的玩意儿，我如此接待你，这丫鬟力气怎么这么大？哎，方才险些没撑住，差点给我也丢人了。好了，别生气了，我现在就去告诉直墨。嗯，不对，是定王殿下。还想告状呢你？忘了坊间是如何评价定王殿下的？坊间说定王殿下不能人道。哎，小姐，小姐，人道是什么意思啊？嗯，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种话，这种闲话，万万不可乱传啊，不能瞎说。嗯，记住了，记住了。嗯。似定王殿下这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人，就我这点小伎俩，原本我也没想着能瞒过他多久。哎呀，只是巨力，我是真的害怕呀。你说我只是个小人物，能活着谁想死呢？算了算了，只要能借他之事解决当下的麻烦就已经很好了。目前他借到了吗？借到了呀。王爷，您的身体可大不如前了，今后遇事千万不能激动，一定要克制自己心事才是啊。心结难解，却非解不可，不然在黄泉路上本王有何面目再去见那三万弟兄啊？另外，执剑曾经来问过微臣，可微臣行医数十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还阳散这种药啊。微臣知道王爷对此事十分重视，我也旁敲侧击地问过其他太医，他们都说
未曾听说过这种药啊。历年来太医院的药房你都查过了吗？查过，确实没有记载。木湖州。哎呀，药方一事岂能胡诌啊，药方的比例那是有案例佐证的呀。那就有劳赵院士了。迟墨，帮我送一下。赵院士，请。母主花。没想到七小姐居然住在花乡，怪不得小人寻遍定京城都找不到您的住处，您真是闷头办大事啊。周管事，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七小姐的事儿小人不敢多问，只是接下来七小姐要去参加春闱，这婚事到底该怎么办呀？周管事嘴上说着不敢问，却什么都问了。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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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呐，也是想要回去复命，庄大人那边还等着信儿呢。等什么信儿？等我一举高中，荣归故里，还是等着我为达官贵人办事，从此平步青云？这，我知道你最近一直跟踪我，心中也有所不解。可是刚才你也看到了，在文征楼门口，这定王殿下就是默许了将来我为他办事，这才特意让人送我回来的。要是这点你都看不出来，那周管事以后如何能在庄大人那里得到信任呢？这几日我是看明白了，七小姐绝对是能成大事之人啊。那是自然。周管事，哎，你也是个聪明人，多的也不必我提醒了。是得意后宅娘子，还是得意朝廷助力？我想庄大人他心中自有分寸，你说对吗？小姐，小姐，你说周管事是不是真的放过咱们了？多半是放过咱们了吧。嗯，这个周管事以为我在为定王殿下做事，自然不敢苦苦相逼了。你别看我父亲是江南首富，但是跟定京这些大人物比起来，连只小蚂蚁都算不上。那他回去会不会乱说呀？传回去什么话就要看这个周管事如何禀报了。居丽，你去把咱们之前对的那五个银锭拿出来，明日一早你便去趟客栈送给周管事，好生叮嘱他不要多嘴。不行啊，小姐，这可是你冒着风险赚来的钱财，你就这么送给周管事吗？送，只有送完了我才能安心参加会试，才能真正的做到两耳。